卖涛喽，好使的涛，便宜处理喽。卖涛的，你这涛是添的还是算的？添的，不添不要钱。美女，给你称几斤嘛？嗯，涛子还是算的好吃，不喜欢吃添的，不要了。老板，你这涛怎么卖的？算不算？算，酸溜溜的。不算不要钱。那我不要，我自己压蒜，想吃的甜的。帅哥，你这汤怎么卖的？甜不甜？甜中带酸，酸中带甜，好吃的很。我最近血糖高，一点甜都不能吃。老板，你这汤是甜的还是酸的？有甜的，也有酸的。那还脆？脆，不脆不要钱。算了，我自己压痛，我咬不动，不要了。你这桃是甜的还是酸的？有甜的，有酸的，有脆的，也有软的。你想要啥样的都有，你要哪一种？你这桃打药了吗？这个你放心，一点都没打哈。你看这个桃，连虫眼都没有。连虫都不吃的桃肯定不好吃，不要了。老板，你这桃怎么卖的？甜不甜？有甜的，有酸的，有脆的，有软的，有带虫的和不带虫的。你要哪一种？还能手机支付？我手机不好使了，这刚刚4G了，能不能现金支付？换个新的呀。换个新的，那这个不就白瞎了？多浪费。换个新的又不贵，把你这旧手机卖了换钱呀。最近看好多网红都在转转上卖手机，我一台用了3年的华为还能卖2000多，你看，而且也很方便，就跟点外卖一样，下个单就有人来了，价格也够闹。如果你家里也有不用的手机平板，也赶紧转转回收啊。哦，谢谢哈，那等会儿我也去试试，换点零花钱。对了，帅哥，这桃你还要不要的？你不能手机支付，我又没带现金，我不要了。瓜子，好吃的瓜子。哟，这不是昨天卖桃的老板吗？怎么今天卖瓜子了？是的，这个卖瓜子不是比桃好卖吗？这个你尝味道，好吃就买，不好吃就不买。嗯，是的，说的不错。给你抽两斤。啊，不了不了，我这两天嗓子有点干，不想吃了。我那个上街买几个桃子去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去。